一只正，一只倒退的走，一只是斜的走，侧边走。他走出来脚印，跟我们刚下午傍晚稍早，就是中午的时候看到的那个西西的脚印很像哈、哦，就他脚印的样子。那一只是又转过去的正面哈、哦，这是背对着我，一只是正对着我，但是它是后退。它在看它脚印。这是一只倒退的脚印，这边是正走的脚印，脚印不太一样。哦，它转向了。啊，现在两只都是背对着我，想要赶快逃离的感觉哈、哦，就是背对着我离开。好，现在反过来了，这只是正向的走，这只是倒退的走。OK， 它碰到阻碍之后，它转成正向的或侧向的。两只越走越远。目的地好像没有一致，各走各的路。